不管你是棒球迷，你是篮球迷，不管你住在哪里，3月8号到3月12号，我们一起呢为我们中华队加油！谢谢，谢谢绿大姐，也谢谢我们大家好，我是 Jim Small。That's it. It is so great to be here in Taiwan, what I think is the home of baseball in Asia. Wow. 这个 Jim 讲说呢，他非常高兴来台湾，他觉得台湾就是亚洲棒球的殿堂。It's not lost on me that the last time the World Baseball Classic was held in Taiwan, Chinese Taipei was one of our best teams in the tournament and came very, very close in Tokyo to advancing to the finals. Jim 还记得上一次世界经典大赛在台湾预赛的时候，台湾是我们中华台北队是表现最好的，可惜就差了一点打到最后的决赛，但是他记得非常的清楚。The reason they did that is their fans. These Chinese Taipei fans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and I hope you come out and support your team down in Taichung next March. 加油 ！OK， 这是说中华台北队打得这么好，除了我们的球员棒，我们的主办单位棒，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球迷啊，所以希望今年三月的时候。世界经典大赛，我们所有的球迷去替中华队加油，好不好 ？Thank you, Jim. Yeah, 就是正选名单是30人，那我们必须透过一个集训来筛选，所以选了36个人。那有6个是储备的人员，那我们2月6号会正式缴交30人，所以这些储备人员会一直跟着我们去集训，那到2月中下旬，我们日职的球员正式都报到之后，我们才会正式30个人继续往比赛中去做准备，所以。这之间有受伤的，会由这6个备选人员去做替换或者跟动，到正式比赛开始的这样。投手带了17个，因为这是30个名单里面，经典赛强制规定要14个投手以上，所以我们以14个投手再加3个去做备选的选择上的需求。那目前17个里面会有8个先发投手，那。张毅，我们原本所属是先发型投手，那西武球团回函，希望他今年球季是后援，所以我们变成是第二号的先发投手，等于长中继的角色。那目前我们的17个投手里面，以宋家豪为优先的救援投手。那名单里面还有我们国内比较，在后援表现优异的李彦青、曾俊岳、李正昌，也都是后援角色上的一个备选人选啊。所以以上17个投手。那之前有没有一些选手是遗珠之憾，或者是说可能因为伤势，那就暂时也没有办法来配合？应该是陈子豪啊。陈子豪在我们名单内，他第一时间是愿意的。那经过他在球团里面的一些赛后的一些医疗安排上，他婉拒了我们的邀请。那因为他的手腕有一些伤势，必须休息的天数或休息的时间要拉长，他也认为他要休息，所以在我们集训的时间上，他可能会调整不起，所以他婉拒了我们的邀请。目前是以陈子豪为名单上唯一没有选在集训的人选。严总，想要问一下，就这一次的名单里面有看到蛮多是新生代年轻选手，那可以聊一下说选择这些年轻选手的一些考量。也不是说年轻选手了，因为。过往这3年疫情当中，我们的国际赛事比较少，
那以往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很优异的选手，年龄层都已经来到35至36岁。那我希望在新的生活里面，或者新的未来疫情会越来越好的时候，有我们这些未来可以帮助台湾在撑起新的中华队的一些年龄层，所以以这个年龄层来看，落在26到28岁平均年龄，好，所以希望这些选手来从这次的在台湾地主的中华队里面，是不是打出一个新的中华队的样貌？